大家好，我是虎鲨哥凯文，现在是2022年5月7号晚上8:15，我这是刚刚上岸啊，带着我的小卡亚克。这里是 TCD 啊 ，TCD， 这 Texas City Deck， 这是第一个 boat ramp， 也就是刚上堤，立马就左手边第一个这个下船的地方啊，就是这里，在这个春天的时候啊，这个或者夏天初夏的时候，这个暖和了，这个speckled trout 斑点鳟它会游到背里头，所以我今天就来 test 一下，看看这个说法是不是对的啊。果然啊，在这个背里头有大斑点啊，让大家看一下我的渔获啊。我是5:30来的，钓了有差不多2个多小时吧。都在这个，应该说是上岸前1小时钓的，也就是说天快要黑的时候钓的。嗨，这条大斑点有22寸左右啊，非常大。一条斑点，还有一条15的斑点啊，还有一条大毛鱼啊。啊，还有一条鱼，上船之前上了一条小鱼儿，小沙墩儿吧，来看看啊，还上了一条小沙墩，还活着呢。这是今天啊最大的鱼获，22寸的大斑点。